畅，请你。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，不是我个人能去控制的吧。Oh my god！我就觉得他走得有点委屈啊。我是赵烨。微博上就是有很多人转发他那个演奏吉他的视频，真的很厉害，我很欣赏他的才华。大声，这边可以做职业乐手。他很谦虚，他水平很高，很用功，很努力。然后我提了个建议，把另一首《Lady Gaga》歌也放进去，他也知道放在什么地方，他也能够心里有数。这就其实很难了，这也是天赋，他这个水平在那儿。真的改编得很好听哎，又是你改的吗，赵烨？其实这一次时间特别赶。我只是提供了我的想法，就是直到今天早上我们才把最终的音乐确定下来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抛出局。你这个形象给你们带来我十七岁作词作曲编曲写的歌幽灵古堡。我拼命造出这回音古堡，叫我的疯狗们在咆哮，用尽全身火焰燃烧，也要离开这古堡。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证明，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说自己会做音乐人。走到的今天，我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母带的全部制作，都是我现在一直在做的东西。我真的是用心去做音乐的，我想给大家带来每一场不一样的听感。是靠命的，我觉得命该则已，再继续下去。